我是觉得特别开心，自己挑战成功，也证明自己嘛，所以心情还是比较激动的。不跟平时玩的那种普通赛道或者场地一样，平时我们玩车都是在那个平地上嘛，然后它这条路都是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那种特别陡的一些上坡啊、急转弯啊，所以挑战性是特别大的，特别高难度的。